六局只被打五支安打，四 K 两个 swipe 就爆送，一上来三振掉了邱志成，而且很霸气哦，速球对决。代打的邱志成遭到三振。周一斌的第一个出局是用这样的方式投出来的话，我相信对叶总来讲一定是点头。你看这个画面，叶总的一个笑容啊，都看到牙。High fastball， 又是一个三振，连续飙两 K， 叶总鼓掌了。对，蛮有霸气的啊。哇，庄玉斌暌违两年两个赛季之后重返一军舞台，一上来就是两次三振。哦，最后呢获得这个打者的一个出棒的一个问题啊，最后那个进垒点还有往上窜的一个角度啊。对。哦，我已经相当好。叶总非常满意啊。这个变化球来打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。中外野手林孝成完成接杀，这个半局失队留下一个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基宏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75元，可以看到更多独家内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